Hello， 我江江，今天呢教大家怎么样单刷黑原油田。哦，首先我们把这个大卡车呢停到往这个门口的地方，避免那个大只的怪呢冲进来。好，我先撸一下车子，尽量不要有空隙。哎呦，一直有小怪过来，没关系，我来瞧一下，瞧一下位置。我们把。我好像把小怪踩爆了。哎呦呦呦呦呦！这应该可以吧？这应该可以啦，应该可以。哦 ，OK 的啦。我再挪一下。好，就先这样吧，先这样吧。我这里有小怪。你看，人过不去哦。另外一边呢？OK， 这个位置非常的好，先把小怪清掉。我们来试试看，站在这个位置，哦，故意做这个三角形，这样可以射怪。哦 ，OK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回去找另外一台卡车过来哦。OK， 这是我另外一台卡车。那，这台卡车呢比较 fashion 一点 ，OK， 那我就把它开下去，卡住了。来，我挪一下位置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轮胎，这样可以吗？哦，有点危险。这台车我没有做太多改装了，就是原本是要来卖东西，东西卖不掉呢，就加减用了。还有鱼缸。OK， 我们到我们把这个车子呢停到这里好了，这里看起来 OK 的。哦，又有僵尸跟在旁边了。哎，这台车比较滑，也不知道什么。这样子放哦，不行，这样子有空洞，僵尸会跑进去。这个好滑哦，为什么这样？我这都。好，我巴古一下哦，我瞧一下位置，这样嘞，哦，马上要过头，欸，这样可不可以啊？旁边有缝隙啊，欸，好难瞧哦。好了，我们把它转过来应该就可以了。来，我把那个位置调正一下哦。好，瞧过去哦，反正它很快 ，OK， 这样好像可以，只是要求完美啊，这样边边还是有缝隙，那那个轮那个什么楼梯打坏之后还要跑进来嘛，好啦，先这样 ，OK， 然后再来是把我的车子放在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的，放在这里。是放这里好吗？不要放里面。这样子先把堵在门口，然后把车子给它挪进去一点，卡住它。这样应该可以吧？好啦，大致上完成啦，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个什么洞口都给它堵住哦。我先把一些东西先把它归位一下，像这个把它堵在门口哦，这个差不多这个位置了。OK， 这是什么？我居然拿到我的栏杆了啊！哦，这个没有办法拿，是不是？欸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管子啊，随便放啊，这个随便摆一摆啊。欸，这好多哦，这为什么那么多根啊？哦，我塞这里，塞住它 ，OK。这边还有一个，哦，不是哦，我拿到我自己的 ，OK。这工具机呢，这放哪边啊？哦，跳，把东西放上面好了。随便啦，放这边也可以，放这里。好，就这里啊。那
再来这个，这里有时候会有一些蜘蛛跑进来哦，放这边好了。OK，再来是什么？哦，这个长长的，放这边，堵在门口啊，不是，哦，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这里啊。那车子搞不好会有小蜘蛛跑进来。这里放这放，到底放哪边好？我看看，不然加强一下啊，放这里好了。OK，另外一个，好啦，放这里，放这里。OK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哦。还有这个车，哦，放这里 ，OK 啦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我来试试看，还有一个东西。堵在这里好了，看起来大致这样子完成了。还有个叉车哦，叉车放哪边好？这样子，放这里吧，放这里。OK，我们就开始吧。先吃一下东西啊，避免万一。哦，喝一下东西，吃一下东西。打一下药，活血。我们开始吧。直接开始，直接开始。陆续有怪出来了，OK，进不来，把枪换一下，换射速快。这个会飞的直接打掉，射东西。烧他都可以，这样就打到我，打死我！他多近一点，靠近我。我在想，他这个如果用反速的那个陷阱的话，搞不好可以帮忙输出的话，可以减少一点弹药消耗。叫我控制，不晓得这个爬进来干嘛。好啦，再来一个敌人啊！进不来，偷射他，偷射他，哈哈。射他脚，进不来吧？又来一个会飞的。破坏你那个防御力，然后接下来就是这样蛮痛的。他跑哪里？幸好这个位置可以偷射他。飞走了，射到他，你也射得到他。我这个小蜘蛛跑进来了，
小小怪，还是有空隙可以跑进来。去啊，他不是你去，快结束了。消失了、啊，看一下有什么宝贝啊？啊，这次有什么、啊？破碎少女有机会获得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好啦，捡一下，捡一下那个小东西。这种东西可以收集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再进行第二轮。第二轮直接开始了，一样哦。虽然说我的载具呢有些受伤，那我们一样是直接开始，可以单刷。这次单刷是大概五分钟左右，因为前面呢花比较多时间在抢车位。那我这次换大白鲨，速度比较高。我还是有僵尸跑进来。呀、啊，这是 NG 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旁边啊，旁边没有补好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跑进来？这样子我要找东西把它堵一下。啊，先打大只。猪猪，哦哦，受伤受伤，小狗出击，对啊，应该守住了。我打一个，哎，小蜘蛛，好了，我先把它堵住好了，不然一直跑进来。看一下，把它放前面一点。好了，看只能这样。啊，那个飞的怪又来了。他触角其实有伤害，
来是那个娃娃机花很多。哦，来啊来啊来，一波精英敌人出现哦。好，我们先打娃娃机好了，他会乱丢东西，他会丢那个胖子，或者是还是那个肥的胖胖熊。你看，丢进来了。又在丢，我、哦、又在丢。哦，还是有空隙可以丢进来，打他腿，把他干掉。哎、欸，或什么是什么东西？是不是有怪物从上面抛？哎呦，哦哦，哇，直接丢进来耶！来来来来，去外面清一下小怪好了。就是你们乱丢。OK 啊，还有，还有多一只的。哇，进化完成，我看看这次获得什么东西。破碎少女，哎、欸，刷到了，碎哦。